哥吉拉事件真实上演，人夫敢怒不敢言。有一次康康哥来我们家，我就掏我那个柜子一掏，空的。你的好久真的不见了。我一看洛奇，洛奇看墙壁。我平常是要送给那些我喜欢的长辈，有尊敬。他说：“难道你不尊敬我叔叔跟舅舅吗？”一讲完这句话，瞬间把我堵住，我就哦，也有道理哦。对啊，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